各位傳媒朋友，各位香港市民，行政會議啱啱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，在這個會議是批准了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，即是 Emergency Regulation Ordinance， 香港的法例第241章第二括弧一條，去制定一條規例，將原定在2022年3月27日舉行的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日，將它押後到2022年5月8日舉行。因此原定在2022年2月20日，即是這個禮拜日開始的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，亦都是相應押後到2022年4月3日到4月16日。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了，這個決定是由於今日香港是面對兩年抗疫以來最嚴峻的局面，可以說是形勢危急，所以在公共衛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，特區政府必須要集中力量應對這個疫情，不應該分心，亦都不容有失。